次的重量写在后面是 8.9 斤，给大家发是两条啊，加起来一共是 8.9 斤，只要1399。然后两米乘两米三的两条蚕丝被加在一块是 7.7 斤。然后同样拍多大尺寸呢？今天给大家送的是同样尺寸的四件套，回去配套可以用。然后上面这个是选择我们这个姓名啊、电话、收货地址，填好以后提交订单就 OK 了。是的。我的天哪，这姐姐们你还有想吗？不要错过这个正品之宝，但是没不会再分享了。看看送的四件套，来四件套吧。这个是、这是几点选的啊、对，就四件套，非常漂亮的一款花卉款的，很有艺术感，很有艺术氛围的一款全棉四件套啊、这个都价值将近700块钱呢、直接给家人们送了。两个快递啊，家人们，这个单独给你们发来。这质感非常非常好，这个四件套。本来是要单独去卖的，给我直接送了，我真的是，哎，我真的都不想说话了。到时候直接哈，四件套，家人们直接可以用这个被子，直接用这个被子，直接套上它的这个蚕丝被。这个蚕丝被本来是春秋款的，然后叶总给你们再要了一个夏被的，来，它可以扣在一起，给家人们动一年四季都可以用。哇，你们看，非常有弹性哈、摸着特别特别舒服啊。对，很亲肤，很有质感啊。哇，真的，这个都。一花一蚕丝被是冬被吗？家人们，我这样告诉大家，春夏秋冬都可以盖，因为直接一条蚕丝被加再加一条蚕丝被，两条被子可以加成子母被，扣子都给家人们加了哈，子被加母被加在一起，春夏秋冬都能够满足，一年四季，一年四季你都能用这个蚕丝被，而且你可以你保存的好的话，你用个15年20年都没问题。而且我跟大家说，蚕丝被的话，因为这个是非常高品质的东西。大家千万不要去暴晒它啊，千万不要暴晒它，不要暴晒。然后呢，也不要放在那种很那个很闷的地方，就柜子里面很闷的地方，不能和那个樟脑球放在一起啊，不能和樟脑球放在一起，大家要好好保护它。是的，因为这个是好好东西啊，好东西，对的。对，但是我们确实也就算掉的话，然后保证10万的发货确实也不多了。这个是姐姐们那个能等的啊、能等的。只能这么多，因为我们都是现货出发，没办法了，抢光了，抢光了哈！你不只是抢光了，这现在都要去线下店里面调货了，已经必须调啊，家人们哈，48小时内给家人们发货。当时那个福利可不，有的姐姐和阿姨刚刚来的，他们说可不可以再分享？我问一下，福利，家人们，我再给家人们讲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哪些惊喜哈？我们不仅给家人们分享家纺是一个第一个惊喜，第二个惊喜左上角的福袋，家人们都可以参与。是的，里边有手机和电视，手机电视还有很多小礼物哈，小礼物你们可以等着，在咱们直播间等的时间也越久，你抢到的概率就越大。如果你抢到了，但是你退出去了是没有的，你必须一直待在咱们直播间才会有，知道吧，家人们？对的，你们要从头待到尾，你们。才能够抢到，抢到才会有。今天的福袋你是手机还有电视机，对，有很多东西啊，都是免费参与，而且还给家人们哈，今天十副哈，十副排名这个的哈，全场之后全场哈，下播之后直接我给大家送一个金手镯，7.7克中国黄金的哈。十副为这个的，对，这个哈、排名啊，排名姐姐或者阿姨直接送一个金手镯，家人们任何地方都没有，足金的这个东西我因为是我昨天晚上我自己买的，这个上车，这个不能上，这个不能上，这个只能过送哈、给你们看，上面写的名字啊，中国黄金，中国黄金，他我自己买的哈、买的，哇，我的一点小心意，来，刚刚有姐姐直接。姐姐们都在要这个，他们都在要那个拖鞋，要不要炸一波？要不要再炸一波？要不炸的打个炸哈，大的需要炸。这拖鞋的话，它是啊，家人们，它是你们平时夏天两床被子都蚕丝啊，家里来客呀都可以买一点。它这样一双在外面是30块钱，然后今天直播间叶总要了这个福利，你告诉他们吧。家人们哈，这样今天我们直接炸了，我不管哈，这个我也不管库存多少了，但我直接给现在咱们直播间22万人，我的天呀，平时外边买一双30块钱特别的舒服，而且特别轻巧，你穿着哈，因为这换季了哈，夏天了哈，而且没有臭味，防臭的。这样家人们，平时外边一双30，今天咱们直播间9.9块，大家都要抢，9.9块一双，9.9块两双，颜色随机，个位数两双，颜色随机，直接一个邮费的价格，准备好。粉色焦糖色，黄色焦糖色，是女款，都可以哈，都可以拍，家人们，颜色随机，直接给我上了5、4、3、2、1，祝你链接刷新去。
欢。这个都不用想啊，这个底部带防滑的，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它是 EVA， 整个它是 EVA 材质的，很。舒适感特别好，无声的，穿着不会发出滋滋滋的声音。对的，而且不像有的时候咱们有时候穿拖鞋，那个脚直接脚趾就跑外面去了，对不对？这个是看到没？这个是这样的啊，它是有一个带有一点保护的啊，带有一点保护的啊，你可以看一下。关键9.9，你买两双。哇，9.9两双，这可能吗？啊，你想想看，你自己想想看，你去多拍几双，家人们，这个真是服你、啊。你去小卖店，你买这样一双，你都不可能，你这都得花了20-30块钱。又可以进货拿去摆地摊了。进货摆地摊，家人们，外边卖10块钱一双，赚惨啊！赚惨，一半的利润，赚一半，对，赚一半还包邮，是的，而且是包邮的啊！包邮，大家赶紧去抢，没抢到的赶紧抢啊！今天你背后的4件套可以分享一下吗？我好喜欢，他们说好喜欢你。我们今天都没有怎么分享到你们水星加款的。这款我这样，我告诉你，这款是不是卖的？这款不卖呀。对啊，我问一下，这款就是放在底下的，我先问一下。卖的。嗯，家人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哈，因为我知道咱们直播间很多姐姐和阿姨们，你们追求品质高的生活，但品质的高不代表不意味着可能价格就会贵哈。你们有没有想要高品质生活的，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有没有？有的打个有。我告诉你们家人们，现在我们可以，确实这个东西他们不卖的，不分享的。这个是只在我们的展厅做展览。我带大家看一看，可不可以看？家人们，我带你们看一个哈。OK 的。水星家纺他们作为展品，展品一般在一些展会、天花板或者，展览会。或者当他们出去要，就是要展现我们的品牌调性的，对，高端品牌调性的，他们才会拿出去做展示的。他们不卖的一个产品，你们想不想看？这个东西就代表他们所有的精致的工艺了，代表他们所有的工艺了。我的天，这一个工艺直接拉满了。对，这一个家纺真的就意味着真的是结合了水星家纺所有的这么多年的匠心工艺。对对对，这么多年的匠心，匠心，这么我们这么。多的一个研发团队一起的一个心血了。待会儿抢不抢得到没关系，家人们，我们想不想看，我们去见识一下，带大家看一看什么叫做高级的家纺四件套，对不对？大家看一下，直接看一下，是的，什么是顶级的哈？中产式，刚刚聊两床被子是中产式，对，中产式，两个被子是中产式哈。对的，价格今天叶总说了算。行，家人们想不想看？先给他们看一下吧，先看一下。咱们因为这个没有做链接的，这个是没有做链接的。这样你没有做链接的，你后台可不可以先做一个？先别啊，你先做一个。我确定吗？家人们，这一款很高级，这个你要卖个。这一套的话，可以近看吗？因为、这个、一般是真的。这个我们现在不是卖的，看一下，我们都没有定价。我看一下，近看一下。不是，这没有卖，都没有定价的。你哇，你要做链接干嘛？今天叶总说了算。这一套，我的天！我跟大家说，真的只有近看，手机来都拍不出来。它是有一点那种，你像那个古代有那种绸缎，绫罗绸缎，就是这种东西了，你知道吗？因为它的支数已经达到了什么？我们40只、30只的都得卖个400-500了，对不对？对，这个已经达到了什么？多少？双股100只。我的天呀，家人们！100只，我为什么说只是做展览啊？只是做我们去。当我们去那个做品牌调性推广的时候，可能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光泽感，就有点不灵不灵的那种感觉，你看到没？因为它已经这个丝绸哈，对，它已经跟这个丝绸，它这个纱线已经细到啊，已经细到你都已经摸上去那个这一款做出来的这种柔软舒适的那种，对呀，3000多啊，这。我说这一款很好看，这个不可能。我跟你说，像这个，因为我们这个有同系列的在卖的，就要卖到将近7000-8000的。我不管你外边卖什么价格，今天咱们直播间家人们，如果他们喜欢的话，我不管你什么价，我都打下来。我问一下，这个没做链接的，你看了刚刚看什么价格？3000多，3000。没事，我这样，我问一下，但是这一款双股100只相当于200只。家人们，我这样，懂得生活、懂得品质的姐姐和阿姨，他们肯定会有人。我给大家讲一下哈，这个。家纺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它的价值是怎么去衡量的，家人们，它的面料是一方面，第二个它的工艺是怎么看，家人们，哇，有没有像那种金色的丝绸一样那种，真的啊，真的纵享丝滑，我知道，我会买这个，这个、这一套我肯定会买，7-8000的东西，家人们，刚刚不是说就展示一下吗？对，你先放在那儿，哎，放在后边，我先给家人们讲，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一般你要看它是多少支的家纺哈，四件套的架子它是跟多少支来衡量的。别人是单股的，比如说别人他会告诉你啊，它是一
它是五十支的哈，一般四十支以上就叫做高枝高密的。对对对，四十支以上就是高枝高密的，这个就算品质比较好的了。今天他们的真的正店的东西，这一套四件套达到了100支双股，你们知道100支双股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如果它是单股，它就是200支。对呀、啊，我的天呀、啊，200支了，你想想看什么概念啊？它几乎，它你们摸着它，它就跟摸着婴儿的肌肤一样的，对，感觉特别特别的细致。就四件套已经到头了，到头了，家人，就这个了，就没有比它更好的四件套了，家人们，我问一下。喜不喜欢？我先问一下。喜欢。咱们家人们有没有直播间家人们喜欢的？只做高品质生活的，跟婴儿的肌肤一样摸起来，我的天，跟自己的肌肤，你想你睡觉，我感觉哈，因为这一套我睡过，我跟你们睡觉这样说，家人们，我很客观的说，我形容一下，我就睡着这一套四件套，我就像睡在大海里边。被海水给包裹着，那种包裹感丝绸感是吧，丝绸感特别的放松和轻松，特别舒服。你看一下我们这个礼盒，这怎么不一样，这种是金色的，你看到没，金色的一个礼盒，这个礼盒我跟你说都得100多块钱，就专门这个礼盒都得100多块钱、啊、你可以看一下这礼盒都，那这样我们这是一个艺术品，这真的家人们做陈列的啊，可以送给他是床，我会买一床来送给我的母亲家人们，因为我希望我母亲过上高品质的生活哈。这一款真的我觉得非常适合。他们不卖的这一款只会在古代皇宫，他们叫做丝绸，比如说自己女儿出嫁，高官贵族对不对，出嫁他们会作为彩礼或者嫁妆，对对对，然后来用这个来，真的家人们想不想体验一下，来 我看一下那个盒子，我觉得这个你拿回去啊，我跟你说很多都是做收藏的，哇，家人们3430，你们看一下这个价格啊，多少钱，这个是我们拿来一个礼盒来做的，这个其实3439，这个价的不止这个价，它同系列的要卖到将近7000-8000的，因为这个我们不卖的，我们不是当链接来卖的呀，懂吧，我的天呀，家人们，我们不是当链接来卖的呀，水晶的家人们，水晶加粉，对，我看一下咱们直播间有没有人喜欢的，什么面料，他们做什么面料，100支的啊，100支的双股的长绒棉，新疆阿瓦提的长绒棉，哇，你知道这个面料就已经跟真丝的触感一样的了，差不多了，家人们，100支意味着什么，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应该有很多人追求高品质，家人们，我问一下有喜欢的有没有，有，我这个他们不卖的，我也给家人们再争取一下，有没有真的不卖的吗？真的不卖，拿来做展示的。你刚刚就是刚说了呀，这个就是做展示的呀。不，但是真的卖的来了，有很多家人们他们肯定会喜欢这一款，因为这一款看起来比较高级。我知道，因为我是想让那个姐姐们能看一下我们水星的到天花板的这个套件是什么样的，拿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让大家知道我们水星就是做这种高端系列、高端产品的。然后这种的7000-8000的东西，你说你这做链接我要卖什么价呢？你说让我卖什么价？我没卖过呀，对不对？100。叶总，我都没卖过，你让我怎么卖啊？不，这样您这个样子哈，我不要多了。家人们，这么多人喜欢，对不对？我就给家人们喜欢的人分享一次哈。这么多人既然喜欢，这个真的要入手哈，因为我如果说个价格出来，一定会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原价你们看到了，它标价都是3000多，同款是7000-8000，您这样。您就给我们上一次，我不要多了，现做链接能不能行？马上做个链接。做不了，现做链接没办法做呀。意思今天咱们这个大家这么多人喜欢，咱们就没人。不是你们能做吗？你做的话，他那个也不好做呀。关键意思就是今天咱们没得谈。这个价格咋做呀？对，叶总，价格做不这样，关键是这个价值你咋做？而且他，价格我跟你说，叶总说多少就是多少。我知道，就现在现做的话，他会有出问题啊，你知道吧？这一款家人们有没有喜欢的？喜欢的家人们打个喜欢，因为这一款它本来是只做散饰的，根本没有想过在直播间分享，而且目前没有直播间分享过。没有，这不卖的东西。这一款是目前没有卖过的，没有卖过的。这样吧，那个我知道，它是双股100支的。叶总，这个今天这个姐姐们这么热情啊，这么热情，我也能感受得到。说实话，我也能感受得到。这样吧。我给他做个链接，然后十单我按2699，我给个诚意了。不行，十单我按2699，我也不说什么4000-5000了，我就按2699，行不行？好不好？你们看，家人们，100支就是10000多、啊。有人说100支的是10000多，对不对？加房的四件套，100支是10000多，他们都知道好吧这个价格。就那个十单，我给他不给他2699，我也不多说了，我让他做，行不行？50单，什么50单？这个我不要多了，因为我希望咱们直播间家人们
实不行抢不到，你看全都说抢不到，家人们实单真的抢不到，对不对？现在咱们直播间价格摆在这样了，50单能不能行？你们觉得行打个行，但是很有可能5秒钟就没了，因为咱们直播间人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可能5秒钟就没光抢光了，你们自己做好准备。嗯、外边这个样子的哈，100只的蚕绒棉，10000多4件套，它一定是真的。今天啊。嗯顶级的一些富豪他们才会睡，但是今天我希望在咱们直播间，我也让咱们直播间家人们任何直播间都没分享过，没分享过，普通人都能够睡得起。来，什么价格？50单20单26992699价340050单也少，我想一下，我思考一下，那个3000多是那个这样，家人们，正常卖，我真的我不能说多了，我不能再要求太过分了。10单也少，我说一个价。我们这个产品做出来是展示用的，不是拿来卖的，它肯定没有那么多呀。它是一件艺术品，这一件，对呀，这一件来铺上去，你给大家看一下整体效果。家人们看看整体效果，特别特别好看，灯光看不清，跟皇真的皇帝的这种那种睡的地方一样的，高不高级？哇塞，看这细节，你看这细节，好漂亮！你看这细节，这针脚，你看有会做，有会给你做这种镂空的针脚吗？啊，你说一般的，这是艺术品啊！你看看它，这质感，你看它背面，你看到没？有没有那种大牌奢侈品的感觉？两面都可以盖。对呀、啊，两面都可以盖，它两面都是这种的。哇，这个两面都是这种的。我必须给你再买一个，今天就20单嘛，就20单，我给他安排了。来，家人们，我给他调，好吧？啥也不说了，价格但我来说，我说一个数。所有人准备好，家人们，100只的炫作链接啊，100只的还在做，还在做，在外边这个东西的价格是3万，很多人都知道，至少得7000-8000。炫作链接啊，第一次。对，然后任何直播间都没有分享过的，任何直播间都没有分享过的，今天在咱们直播间第一次上，给咱们直播间家人们，我直接说一个数，所有人准备好你们的手速，我说一个数可能会超乎所有人的想象，100只的，记得啊，懂货的、懂高货的都知道这些东西它外边的价值是多少，准备好，可能5秒钟就没了，我直接说一个数，只有20-30单，家人们直接给我1000，你刚刚说2699，1999，直接给我上车，五、3、2、1，不是1999，你是真的？你不是认真的吧？这个东西100只的，都是上万的，你给我2000以下，你让我、啊、天哪，价格是不是做错了？链接不是，我看一下，899，不是什么东西啊？哇，我的天哪，1000。不是你怎么不是你咋做连接？什么回事？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你看一下，不是这个不是，下了吧？哎，不，家人们，赶紧去抢！不是链接价格写错了，现在不是说999，不是你跟我讲，我知道只有20单，不是行不行？这20单给我们搞福利，这可能是个天哪，价格搞丢了，不是这是直播事故了啊！刚刚说是999吧？1999，不，家人们，什么东西啊你？可能7秒钟就没了。不是，下，别动，现在就下，你家人们，我告诉你们，不是，我刚刚说的1999，今天可能他价格写错了，不是，价格改错了，但是我希望家人们能抢到赶紧去抢。没有了，不是，这是个直播事故啊，这是直播，因为说实话啊，我也不知道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你是现做链接，他们弄错了。这是虽然是他们的失误，但是应该也刚刚也放了。您别放了好几单出来了。您别拉着我，等一下我问一下，我知道放了好几单出来。不，这不行啊，你这真不行，你这不行，我希望我的咱们直播间，我们要买不到，我希望我们直播间一人祭出四马难追。我们虽然没说这个话，你说的是1999的，但是我们直播间价格已经改过了。这怎么可能？不，1999怎么办？我们前面的怎么办？前面的怎么办？这款有人说抢到了，这款太牛了，家人们，你们这款不上了，不，这样不可以，因为刚才说了多少单，不，一定要那个，一定要，天哪！本来我们这款都不是卖的呀，这种我们100只的上万的你都知道，怎么可能？你现在他上错了，现在上错了，因为是新做链接。刚刚可能新做链接，他们写错了价格999，但是我觉得现在觉得很不公平，因为有人抢到了，有人没抢到。我说的是1999，我说的那个价格真的，我说的价格已经是很低很低的，但是999他们是亏钱的。我跟你说啊，今天亏钱，今天是你自己弄错的啊，刚刚你自己弄不是你自己弄错，你今天要承担这个责任。有人说抢到了，你今天要承担这个责任、啊。我问一下家人们，这个差价你自己、啊、不，明明就是999，对呀、啊。什么说的就是1999，他听错了，人家听成了999，那就999，啥也不说了，来，你明天不用来了，你就是临时，你明天不用来了，你们不用来，我先说一句，家人们公平公正，有没有没抢到？
价格今天我说了算。没有抢到的。真的，我说实话，家人们，刚刚太快了，真的是一个意外。刚刚我都不知道他们居然上了个999，但是刚刚说了的有20单，刚刚只抢了好像10单。我问一下家人们，没抢到打个一。我今天我也不管他们是不是水星集团了，我已经疯了啊！我不希望我的家人们不开心，我不希望你们不开心，我不希望大家不开心。打个一，把小玉给我刷起来。没抢到的，直接家人们我也不顾了。帅哥，他如果明天把你开除了，你明天直接到我那儿上班。可以。来，帅哥。你也怎么了？我声音已经沙哑了，但是今天这一款我必须争取，因为很不公平，有人抢到了，有人没抢到。一万多的东西啊！一万多的东西，家人们，直播间1999，不要了，刚刚已经改错了，咱们将错就错，999直接给我上车，所有人全都给我抢，五、四、三、二、一，祝你明天上新单。来，我教一下咱们姐姐们怎么去拍啊！现在他这个链接是刚刚改错的，价格又重新给大家上了。这个2米乘2米3的只要899，然后最大尺寸是2米2、2米4的，9991000都不到。然后里面是两个颜色，咱们可以先选这个颜色，一个是这种香槟色的，还有一个是这种蓝色的。选好颜色以后，下面去选尺寸，选好尺码，上面可以选咱们的这个姓名、电话、生活地址，填好以后提交订单就 OK 了。这是100只的，你这在干啥呀？家人们，送付100只的，家人们，送付100只，相当于外面200只了。就你们内部的问题，下来你们内部沟通。我不管你们，今天必须上，一定要做到。家人们，最便宜是899，今天意味着什么？你们如果抢到了它，相当于古代的皇帝、皇亲贵族他们盖的什么？你们一样的能够感受到皇亲贵族盖的面料，还有一个颜色，两个颜色，蓝色和金黄色。这是我们都要去做陈列，都不是拿来卖的展示品啊！就因为刚刚临时做链接，所以才弄错的，你知道吧？像这样100只的家人们，999，你们抢到啊、哦！真的太给力了，都是什么？我跟你们说啊，身价如果低于了一个小目标的，没有低于一个小目标，从来不会有人干。但是家人们，我今天要让咱们直播间，哪怕是普通老百姓，你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普通的我们上班族也好，我们都能够抢得到899，999直接去抢。我真的是服了，你这太夸张了，你知道吗？你不能加了，不能抢光，不能加了，不能加了，抢光了。因为刚才说了多少就一定多少，就是你们刚刚说了多少，下来你内部沟通，你看细节，已经被抢完了。你看细节，这是100只的，相当于外面200只的东西。对，你知道这个丝滑程度有多夸张吗？你自己摸了之后，你从我跟你说，我自己我都没有盖过100只的，我因为太贵了，好几千的东西我都没有盖过。你今天。100只的，相当于外面200只的，你现在给我搞了3位数，我60只的，来来来，我60只的都要卖到这个价，全都说抢不到，太不公平了。水星家纺这么大的集团，家人们，他们太不公平了，你们觉得公不公平？不公平，是不是都打不公平？行，那咱们来一波公平的，既然咱们都说了899、999，对不对？两个价格，家人们来，咱们就1899、1999的，不，直接给我砍到1000以下，家人们这个样子哈。咱们就将错就错，好不好？下吧，直接下吧，好不好？不行！你到底是不是是他们的人还是我们的人啊？你这现做链接，不是刚才已经，因为今天这个确实是现做的链接啊，目前没有任何人的直播间分享过这一款。这是陈列款，本来就不是拿来卖的呀。他们拿来做展示的，然后直播间有很多姐姐和阿姨都喜欢这一款，所以我们才分享的。对，都是不公平的，姐姐他们都说。家人们哈，这一款真的强到太给力了。怎么说就怎么做，错的问题下来再扯。一笔双面，你看这个双面都可以。你看这个做工，100只的东西真的是跟丝绸一样，真丝一般的体感，我的天哪！但是已经没了。这个样子，帅哥，咱们就将错就错，不行，真不讲了。我叶总，你真的，你听我一回吧，好不好？这个是真不能加了。我去老板那都家人们，不，我说话，你别说话了，我来说，家人们，我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别信他的话哈。我们就将错就错，我还给家人们直接一个保障，来拿过来。本来这个保障是没的，因为他们是新链接，我直接请我们直播间没有了，对不对？再给我上个50单，家人们，但是我再给家人们一个保障，再上50单必须上。你们去调货也行，真上不了、哦。将错就错，家人们听我说哈，我再给大家一个保障哈，我今天任何人直播间都没有，不能再上头了。我请咱们直播家人们，就这一款皇亲国戚才能盖的，我请咱们直播家人们，想不想都当一下，当一下
古代时候的王爷，体验官是吗？想不想体验一下皇帝的生活？想不想？家人们想个打个响。想。来，帅哥拿着哈。想对不对？家人们，我让咱们直播间只有叶安安直播间有今天这个待遇哈，我让你们所有人都去体验皇亲国戚皇帝的待遇。只有我们今天所有人全部给我拍，拍了过后，家人们。我再给大家一个保障，没有了，七天内无理由直接给我升级，请咱们主播家人免费睡六天，哇，直接让你们体验六天的皇帝生活，好不好？好，所有人都想，相当于你89999999压在咱们这儿。你如果觉得还该体验了过后，你还想继续体验一直当皇帝的生活啊，一直体验你就留着，你如果不想都可以退，但是我觉得没人会退。再上一点没有。再上一点，50-5。4321，置顶链接刷新积分，赶紧去抢，家人们，直接体验了再说，体验了要不要再说，好不好？来，我教一下姐姐们、阿姨们怎么拍啊，就是他现在这个右下角弹起来这个链接，价格给大家已经改好了，只要899起就可以买到咱们双股100只四件套。它里面是一共有两个尺码，2米×2.3米的是899的，然后2米×2.4米只要999，上面一个香槟色，还有一个这个淡蓝色。选好尺码和颜色以后，在咱们的上方去填写我们的这个收货地址和姓名电话，然后提交订单就 OK 了。哇，真的是太给力了吧，姐姐们，这个你拍到了，今天是真的是太，我说了啊，家人们，这个宝藏赚大发了，免费四岁六天，相当于让大家都当个七天。那大家都体验这个皇帝的生活。其实我说实话，这一款真的是很高的。这个是我们自己工作人员的失误啊，所以说，我想说的是现做的链接，现做的链接，现场做的，100只的，这个我们亏了就亏了啊，家人们亏了，但是。100只，但是双股意味着他如果在外边哈，这是水星家纺，他们叫做双股，外边他们是200只，200只，他1万多块钱，1万多块钱，他们相当于外边的家纺，比如说普通的家纺，他们就是200只，但他是水星双股，直接大波翻倍的，他们是100只，叫做，对，因为我们实事求是，100只就是100只，但是他是双股的。金沙尾沙交织一起吃，外面像外面的说法，我们是可以叫200只的，懂吗？金度和尾度，对，金沙跟尾沙，好不好？织出来的，这样织出来的。但是我跟大家说啊，因为这个确实，你想想看，我们是拿出去陈列款，只有我们的展厅才会陈列这一款的，对，是真的。你们现在能抢到，直接我跟大家说，直接赚大发了，真的，这我都不想说了，我都不想说话了，因为这个你自己看一看啊，这个东西基本上就很少很少是拿出去卖的，它是镇店的东西，它是放在那镇，还有最后三单，镇着店铺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它这个质感，你看我随便这样一揪啊，你看一下，看，没不管，光泽感，还有最后两单，你看它这个光泽感，你就懂这是多好的东西啊！抖一下，能不能抖一下？来，给大家抖一抖。家人们看看这个光泽程度，我的天，什么叫做天花板级别，没有比它更好的蚕丝被子了，没有比它更好的了，来，波光粼粼啊，看一下，哇，这个一般的，我跟大家说啊，真的是上万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你们想象一下睡在这上面的感觉哈，是多么的舒服，肌肤跟婴儿的肌肤一样的给你贴在身上，我的天，真的每天睡觉都是享受，因为很多家人嘛，你们工作压力大了，平时工作比较忙的，回家一定是想要一个放松的一个环境，对对 对, 对，在被子上一定要有个放松愉悦的心情，这个被子我告诉你们啊，平时你可能2分钟入睡，这个被子你睡着真的可能1分钟就咱们过款吧，就睡着了，下一款吧，清理库存，下一款吧，哎，对吧，最后下一款，真的下一款，他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我清理一下，你现在有多少个没，有多少个没付款的，看到还有三位家人，三位，对，家人们来，这个只有三位幸运观众，这三个人我把他踢了，只有三个人还能够抢到，我们清理一下库存，因为库存有三个人他没付款，他占了名额，直接给我清理了，5、4、3、2、1，置顶链接刷新积分，这一款是蓝色的啊，家人们，对，我跟你说实话，因为像这种我们一般做陈列的东西的话，你像去门店的话，一家门店我估计有个1-2套就不错了，说实话，因为它不是拿来卖的，你知道吗，它不是拿来卖的，所以说你们真的如果刚刚抢到了，那真的是叶总给你们，因为我本来说只看看不上的，叶总非要上，说实话真的是
叶总给你们是真的谋的一个特大特大特大的福利，必须上啊！啊，我现在都是这一款的话，脑袋都是有点懵了。是任何直播间都没有分享，我自己给今天抢了一份。目前只有叶安直播间分享。我给我的丈母娘抢了一份，给我的母亲抢了一份，我让我的助理抢了，家人们，你们放心，我自己都用的东西不好，我不可能给大家分享。你们收到过后还免费试用，免费用呢哈、啊！你想想看，你先拍。